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十三条推介时间啦，咁啊嚟到礼拜二呢，咁啊另一场嘅精彩戏码啦，叫做就挪威又对瑞典嘅，咁呢场波呢，咁啊外围赔率公司呢就开出个平手盘嘅，咁啊始终两队都叫五波啦，咁喺对赛成绩方面呢，咁啊亦都系各赢一次就和三次嘅，咁其实真系五波嘅，睇个赔率就。咁喺實際踢寫上嚟呢，咁啊其實都有少少偏差嘅，因為始終喺呢場嘅賽事裏面呢，咁啊應該叫呢一組嘅賽事裏面呢，咁除咗西班牙、瑞典同埋挪威之外呢，咁羅馬尼亞都叫有實力嘅球隊啦，咁啊亦都有隊叫馬爾他同埋法羅群島，咁啊比較弱少少，但係上場嘅馬爾他基本上就可以贏波呢，咁啊即係叫喜出望外啦，咁啊因為始終佢都係對住嗰隊叫做法羅群島嘅啫，咁啊都叫攞咗個三分。咁啊，呢样平手盘里面呢，咁我系拣翻个瑞典嘅。上场挪威就作客西班牙啦，咁啊都叫做喺恶劣嘅形势之下就攞翻个入球啦，叫咁都算踢得唔错噶啦。咁今场你对手始终都叫瑞典。其实睇翻瑞典啦，咁瑞典上场主场就赢罗马尼亚啦，咁喺领先两球之下，咁喺下半场嘅时间咧，咁其实都叫做睇有冇机会再入波嘅啫。咁但系都去到末段啦，今场就叫大家 hea 住踢，自己情况之下咧，咁俾罗马尼亚咧就追翻一球啦。咁但系亦都好有成足咁完成呢场咁嘅赛事。咁啊睇个形势方面咧，咁啊如果两队一队挪威对瑞典嘅话咧，咁其实我一定会睇高少少系瑞典啦，因为始终两队踢完两场波嘅，咁有个比较喺度嘅，咁所以呢场波，咁啊十三小推介翻个瑞典嘅平手盘俾大家嘅。